等一下，不知道哎。没关系。你就把它放到那个。它现在不行，没有网络。可以网页全屏幕，可以网页全屏幕。F 十一啊。网页全屏幕。F 十一。F 十一。对，这样好一点。好，差不多。好，那个我是要讲我现在做的。就是没有，就是。你就上台啦，就介绍啊，你说，哎，各位家长，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廖成宇，我现在报告我这学期的学习呈现，那我怎么开始了？好，然后我在这学期，我在新学的时候，我的学习的工具，好，有些有电脑啊，有笔啊，有纸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参考书籍，还有老师们，还有，对，就这样，然后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上路，啊，里面要写。我用电脑做的学习，然后就是这样子 ，OK。然后电脑呢？电脑它让我做出了什么东西？有很多，比如做得快，清水做得快，就是我们阅读与写作的这个课程的一个部落格啊，当然是不公开的。那我们在上面就是做我们的作品分享，还有我们的作业，就是要上传到上面，然后上课的时候会讨论。然后我就有这个经营权，然后还有一个是清水微朗，他是写我们清水学生们的一个一样是作品，然后我们会不定时的上去自己 po 文，然后会有我们通常会以一张图一篇文章来为主，然后图会由学生自己画，或去找人帮忙。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官方网站是。我在11月多的时候写了一个，利用 HTML 书写的一个网站的，然后它是介绍清水。等一下，我要讲，就是现在没有报告，就是那个，那你在干嘛？我正常报告的时候，我会啊，这时候我真的做连结。啊、oh, ，OK。我会跳出去。uh-huh. 这边我就是已经开好了，我了解，所以好，现在无法，然后你有网路了，有网路吗？有，那也快点修，好吗？然后就是你的，然后我在这里学习的那个学习初，我在知识会上被选为那个执法团里面的其中一员，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我们要出一些案子，然后我也常常担任里面的法官或检察官，然后学习在学习在如何判案或者是调查的过程。好，对，然后呢，我们在学习初一样，老师说我们要每个人要写一个学习记录，然后我就写一个叫陈宇的学习记录。啊，你们写什么？就是我是以一堂课，每一天的一堂课为一张文章来讲，然后所以平均一天是有八堂课，我最多是一天会有八张文章出现，那每张文章就是会讲那一堂课在做什么。啊，然后你听到吗？不动，我不要用了。好，网络没了。啊，然后呢？看看能不能修一下，应该都没有。OK， 这时候我就写纸和笔。啊，纸和笔呢，我做了很多事情，类似我在作文派中写诗嘛，我就用笔先做个打稿，然后写出来之后，和老师讨论，然后再抛到网上。好，停，报告结束。没有报告先。那个材料，我这时候会那个有作品会拿出来，然后可能会传阅，然后下面的参考资料，这是我写网站的一个书籍参考，那我一样会拿出来，然后给大家传阅。然后这个是讲我的这些我认为比较有趣或对我比较有帮助或我觉得改变最大的五个大标。五个主题的，啊，有些可能会重复，然后，然后这是那个耿博特的作品 ，OK， 然
然后这是英文课的我这一期阅读的书籍，哎，这学期，对，好，然后做阅读，然后这是那个作文课的一些，我取一些短篇诗啊，或长篇诗，啊随便，然后的分享，然后用可能会念，然后呢 ，OK 就这样，好，谢谢，好了没了。